在上集的甜点竞赛中，两队都遭遇了空前的挫败。原本顺利掌握比赛节奏的博彦队，却在最后因为冷却时间不足，造成蛋糕表面的鲜奶油遇热融化，无法完全展现应有的实力。而妍希队打发蛋白失误，也浪费了许多时间。变一体状失败了，微尘第一次蛋白没有打发，还是稀稀的感觉，所以蛋白没打发的话，接下来的过程就很难做。给他拿出来了啦，免得评审就吃生的。仓促之下，最后只好端出有如土石流爆发的黑森林蛋糕。所幸微尘做的迷你黑森林蛋糕意外获得评审青睐，成为胜负的关键。最后就由妍希组得到胜利。对那种简单的蛋糕特别情有独钟，我说的就是微尘那个小小的那个迷你蛋糕，那个都是做的很好。本集的对战组合是由场红带领陈安、博彦 PK 微尘队的妍希与修成，精彩比赛即将展开。在本季节目中，小厨们将会接受一连串的料理考验，每集挑战优胜的小厨可获得积分，最终积分最高者将会获得由 ESCO 瑞典赛宁提供的高级厨房家电大奖。为了庆祝我们两个人一起主持小厨当家满一个月，今天我特别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烛光晚餐，只有我们两个人，请问你喜欢吗？还不错啦，不过既然是烛光晚餐，我们的餐呢？餐很简单，你等我一下，餐就在，餐我已经请他们去准备了，来，我们先喝点酒好了，我不太喝酒，你干杯，我随意。好好喝哦，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可以好好单独相处一下。那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呢？大肚皮呢？索阿克呢？他们俩回动物园了，他们正在密集的训练，他们下个月要去参加《侏罗纪二》的演出。他们俩都演可爱，但是大肚皮演的是那个被杀的那种。索阿克是那个比较凶的，杀他的恐龙。对，不是，这不是重点，你不知道立法通过了吗？现在烛光晚餐只能两个人，这样子刚刚好。多一个人太多，少一个人会太少，就像做菜要讲究火候一样，多一分呢会太冷，煮得不够呢它又会太深，这是很糟糕的事情。火候这方面的事情，我明白我们在讲火候是在 cue 我吗？不是跑去跟三角龙还有翼龙他们去对戏了吗？他们怎么就出现在这边了呢？今天是小厨比赛录影现场，而且今天的主题是火候，我又是他们老师，所以我当然在这里啊。是，你只要听到火候就会出现，你就是今天的大胖大肚皮哥。小五哥哥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不要拍，不要！你们都在那边啊！你们小朋友好，还有我最讨人喜欢的索阿克哥哥，你好！你这边有，我们都没有看到你们在玩什么把戏啊？是，我们其实也没在玩什么把戏。哎，你刚才讲到说什么？今天比赛的重点是火候是吗？没错，可以再讲仔细一点吗？而且我今天请小厨他们准备了一个双人套餐，希望他们可以做的比餐厅的烛光晚餐更好。双人套餐比餐厅的套餐做的更好。对，你们今天要做双人套餐哦。先做很酸的双人套餐吗？没错。也就是说要做个双人套餐，然后呢要挑战餐厅等级是吗？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所以说今天的重点就在于。火候是吧？是的，请看 VCR。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会教你们是有关火候的部分。那火候部分，我会教你们，就是先教你们怎么煎一块好吃的牛排。那在这之前，我想先教你们做一个香料盐。先准备柳橙跟柠檬，我们只是要皮，因为它会带给它的那个香味。其实它看起来不是很多，但其实味道就已经很够了。很香吧？对啊，很香。好。然后我剪一点迷你香吗？不是，我剪一点白米香，像这样香料饮呢，可以把它搓一搓，或是拍一拍，味道就比较重。在上面都闻到了，闻到了吧？砂糖，然后这是盐，然后我们加一点糖，然后用食物处理器，用混合在一起的。然后我们稍微把它过筛一下，我们想把粗粗的东西筛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教大家怎么煎牛排。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调味，表面先撒一点盐，
就是让肉本身就先有一点点味道，但是我们加一点点胡椒，然后我习惯是会用一点迷迭香，然后呢，接着我们再淋一点油。啊，太多了啦，它这边本身就有油哎，没关系。然后帮它按摩一下，啊，这时候你的香料就会有遇到味道。啊，推拿。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热锅子，我现在用两种锅都做给你们看，它有不同的效果。锅子热了之后，就加一点这个条纹的这个锅子就不用加，因为它有条纹嘛，你加油下去它条纹会让肉撑起来，碰不到那个油，所以就不用加那么多油。我们要做烙痕的肉的话，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先选一个点，让它是朝11点钟方向，所以我现在放它去。你就选一个点，比如说在我这边看，我是这个点，就朝11点钟方向。好，接着就是这个用煎的，然后我会再剪一个大粗一点的迷迭香，然后这我会放在锅子旁边，这边我会放一个蒜头，就让它有蒜头的香味，然后用这个蒜头在它表面上擦一下。刚刚我们是不是11点钟方向？对。我们现在把它转到1点钟方向，听得懂吗？1点钟方向。刚才是11点吗？刚才是1点钟方向，现在转到11点方向。或是你一开始放11点方向，你要转向1点钟方向，就是它是相对的。好，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翻面，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就是外面它是酥脆的，然后这个迷迭香你就可以把它刷一刷。然后这个蒜头也是，它会有蒜头的香味，这油就有蒜头的香味，所以你用迷迭香把油刷一刷。然后再来，我这边会加一点点番茄，让它味道更香。什么油？再来，我们再把它翻面。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方向的时候，它煎起来就会有这菱形的纹路，就很漂亮。那我们用煎的，就是不会有这个效果，可是它表皮会比较酥脆。好，那我们如果要辨别熟度的话，一般我们可以用温度计，比如肉厚一点的话，它中心温度如果是差不多45度的话，就是差不多是3分熟的；它55度的话就是5分熟；65度的话就是全熟。但是因为有的肉如果比较薄的话，我们就很难用温度计去测，所以有一个方法是，就是用按的。就如果你把手，就是大拇指跟食指。碰在一起，轻轻的碰在一起，你看这边的软硬度，这边是3分熟，食指这个硬度就3分熟，中指这个就是5分熟，明星指就是7分熟，小拇指就是全熟，在这边按这边的软硬度。哎，真的。那牛排我们记得就是我们煎好之后不能马上切，因为马上切的话，它的肉汁一下子就会流出了，所以我们先用铝箔纸把它盖。为什么讲火候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就算我们离开了这个锅子，它的温度还是持续会在里面，所以它在这放的时间里面温度还会持续在上升。好，那这边也差不多可以了，然后一样把它盖起来。那我们现在就切开，让我们试试看。哇！因为我们有让它休息，我们切的时候它就不会一直肉汁就滴出来。对。这个礼拜比赛的主题刚才已经讲过，我们再重复讲一次，就是火候。那今天的那个题目呢，就是双人份的排餐，双人份的排餐的话，有没有什么重点要提示一下？我们先请最美丽的丽丝姐姐来提示一下，好了，好不好？今天我们主题是火候嘛，那如果是排餐的话，比如说牛排，要注意会不会把它煎得太熟了。那但是。不能太熟的同时，表面还是要有焦香的外层，这个很重要，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注意这一点。你要保留你肉排表面那个焦香味是非常重要的。要怎么做到这件事呢？确定你们锅子够热才能放进去。OK， 今天比赛时间90分钟，比赛时间90分钟，倒数5秒以后开始去食材区，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两队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比赛。开始，加油！哎，肉拿6片，多一点呐、啊！每一种肉都给他拿一点点，水果全部都要拿，丝瓜拿平一点点的，奶油，奶油，凤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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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香芋，香芋。啊，我现在认识虾子，鱼肉，这不是假的，还有甜面，丝瓜拿不到，我的。
OK， 拿到了。围城有需要帮忙的吗？牛排，我给你准备。牛排，切牛排。今天反而其实观察两位小朋友，发现是学业跟成绩，他们相对安静。阿梅，我靠你！苹果，还有凤梨，苹果，哪有苹果？还有红萝卜，红萝卜，还有太阳，干贝，干贝，干贝，凤梨小心哦！凤梨拿不拿？他们高兴在讲什么吗？就乱吼。他们在讲什么不重要，我很好奇他们的领队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吗？他们一想说，会不会听错了？你说听错了？对，我们有飞鱼软。A 队听到 B 队去了。没有，他们是不同，他们 D 队。他这他走错路吧？草红走错队，草红走错队。放上去，你开什么？这个我忘了。哎，卤水在这里，卤水在这里。对对，好，有。原先卤水断了，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也要。你已经很厉害了，围城。棒哦！哇，这超好削的，这超级好削。我教我运动一下。显然忘记我刚刚提示他，他冷锅哦，就把东西放下去。一人用两口炉。好，我要好了，我要好了，我马上给你。两杯，对不对？哎，我用这个炒锅喽。哎，用这个水，那个才是可以喝的。那我用这个，你用那个，你不是要煎牛排跟咖喱？对啊，你们不要再吵了。我们没有吵，我们在讨论。我们在讨论。我看他们忘记你的烤箱了。不要碰水，我知道。围城，你要小心，不要割到手哦。我现在看到场红独立一个人在完成一个菜肴，我不确定要做什么，但是很明显他独立一个人在完成菜肴。看来是热吧？他应该那个是用烤箱，放在有那个铝箔纸。铝箔纸。还剩下八十分钟，绰绰有余。我忘记拿火龙果了，那谁不喜欢吃火龙果？没关系，火龙果没有关系，火龙果还好。你反正要拿很多水果就好。对，反正还惨了。姜，没有姜对不对？为什么要姜？隔壁的你们有姜吗？隔壁香香香，你们有姜吗？姜没有啊？没有，就压力红椒粉，红椒没关系，这样就没有姜香了。我觉得他们都进步很多吗？他们都没有那么兵荒马乱，对，应该很认真。你好了吗？好了，要切片，你要切片，然后这里去头去尾，对，然后我来固一下，然后等一下要夹子的那个藤泥要把它去掉。修成跟威神两个，只要跟陈妍希同一组的时候，两个人都相对的比较有沉默。好了，就叫他。姜焖着，我洋葱，洋葱，洋葱，洋葱也加了吗？最后我没加洋葱。没关系，好，煮比较久，没关系，洋葱其实很快就好。其实不是啦，我要先炒洋葱，炒奶油，然后再加那个，没差啦，不管。我们本来用鲜奶油还有洋葱去提起它的香味，结果它。因为那是要刚开始先炒的，然后结果他忘记了。那个博苑那块肉来说，他可能已经煎太久了，对，太老了。对啊，那我们要先把它吃掉嘛，免得他忙不过来，不然他真的很浪费。对呀、啊，那我就吃掉。刚好肚子也蛮饿的，我炖，希望够大家吃。嗯。知道博苑对。哎，快不及了。每一集危机四伏。全场红烧小心要吃到玻璃碎，拜托。陈安这边比较有问题的是，我觉得他们在烫蔬菜的这个部分太早了，因为他用一个太小的锅子去烫太多的东西，而且其实我刚才去看他们水根本就没有滚，那这也是火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你有提醒他们说待会我要第一个试吃吗？没有，那我想让他们从错误中学习成长。快点，你有什么学习？真的没有直接好的吗？那要磨多久啊？啊，你就直接放下去了没？没办法，知道金。啊！你就直接放下去了没？没办法，知道金。金。你在干嘛？等一下，你需要几匙啊？两匙。你就用汤锅这样进去好了啦。不行，看我的牛肉包在这边，它保温，自己摸摸看。是烫的。要保温啊！我先帮你切凤梨 ，OK？ OK。因为凤梨我等一下也要用。这是鲑鱼。对。哇塞，你这样。哦，原来想到在这里啊！小心，
随便了，小心不要切到手。你干贝已经很热，那不是可以转吗？我的刀子，这样我就像给小孩吃饭一样，打泥给他吃。啊嗯、我烤好，我烤好了，好棒好棒！啊，我的肋排烤好了。我没盘子，这不是你的家吗？怎么会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啊，小心点下来嘛，不要碰到它，不会烫很烫。你们了，是我们的情人节大餐吗？嗯，真的是，已经是三分熟了，血淋淋。所以它非常好吃。嗯，对啊，我觉得那个干贝真的很好吃，好吃给一百分。棒哦，嗯，干贝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一边，你不要涂在上面。嗯，对，这样，都滴到地上，还在玩。谁在玩啊？你啊。哎，对了，不是有巴西里跟那个罗勒吗？迷迭香。对啊。那些新鲜的，我不知道干燥了吗？现在盐心在煮，在是在过滤汤汁的东西吗？那你们煮好了吗？那么快？其实没有放奶油吗？没有，应该是好像把丝瓜。应该洋葱跟它炒了，再来不及。我刚开始忘记先炒奶油，先炒香，打的过程当中没有打得很细，我过完。还是会有那个血血和渣渣，丝瓜汤是做最失败的一个。哎，油麻要买进去炒。博彦不知道在干嘛。油麻。对啊，博彦。可是我觉得这是博彦好像蛮常出现的，就是不知道在干嘛。每一集的时候我们常。来，我来讲，我来讲，你来讲，你来讲。现在比赛时间还剩下60分钟，各位小厨，比赛时间剩下60分钟，虽然看起来好像蛮充裕的。但是要提醒你们，上菜的顺序还有该做的要进烤箱的，可能要开始准备了。谢谢。快点，快点！我还要弄打击乐。我们的热台不下去，他这样已经磨好，应该。通常你看那个分量，热台大概要烤。你能看见了吗？他热台其实是。烤的熟，我觉得熟以这个60分钟的时间不会说烤不熟，但是问题是说热排如果我们只有烤熟的话，它口感会偏硬，就是很难咀嚼，然后咬起来的时候那肉会很韧，那就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应该是要时间长一点，让它去有足够时间让肉再软化。嗯，现在长红的热排是在腌制的过程。应该直接进去烤的，对，它再不进去烤，其实准备有点危险。如果你吃到就是生的热排的话，你可以把它。所以这一集小五哥的挑战是生热排。哎，怎么办？这没办法站立哦，有了有了，不要再动它，不要再动它，它能站立了。哎，你牛排拿去蒸了哈。怎么蒸？不是生。没有，你牛排拿去。又跌倒。你要先剥壳才能用长泥啊。太紧张了。奶油，还需要奶油啊。炒红的酥皮是要做什么？那个虾看起来蛮好吃，表面风车酥好香，好香，是甜点，但是可能要拿起来，不然会太烂。啊！蛋呢？这什么鬼？太软了啦！哎，欸，水滚了，可以烫了。踩空，你要穿烫虾，你那有智慧。我需要一个杯子。像这个特别的切芒果肉的方法再次被使用，芒果放掉吧。你看来试吃一下吗？再试吃就没了。这个我要给人试吃的，这整顿都要试吃。你的，谢谢。我不敢。什么？你觉得有部分少了，有部分没少哎。啊啊！对，你看有吃哦，里面有点软。对，然后有点没熟。就是因为这样，还要给你们吃。哈？我看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在评论要怎么再煎多久？我知道了，你这些煎，我流鼻血嘞，你看，你是流鼻血了吗？那你先去看一下好了，你先去看一下，因为我知道难吃的嘛，来干杯。这难吃，谢谢我不吃。你不要再煮这个了啦，谁说我？彩虹很令我们感动，
他说他要继续的比赛。你们队长流鼻血了。你的烤箱还需要几分钟？还剩下两分钟不是吗？好，我等一下帮你弄。哎，不是，他现在剩下两分钟对吧？那你要找小红一起。我的徽章。那你要找小红一起吃烛光晚餐吗？干嘛请他吃啊？有点扯。那不愿你要找谁吃烛光晚餐？我自己。打你回来了。不过其他乐盘应该还没熟，没有那么快。拜托乐盘成功，拜托乐盘成功，我最爱吃猪乐盘了。你等下就叫。而且他今天挑的是小牌，嫩又不容易老掉。好饿，我等下要才能。你着急吗？那小哥第一个真是一次来六根。哎，他要把乐盘戳中。他说让他快点入味嘛。哎呦，直接用手推烫，太危险了。嗯，太危险了。现在接下来待会要跟他讲，你要跟他爸爸妈妈讲，要跟他们学校老师讲，那他的教官、他的督导、教育部长都要讲，院长就是，对对对，一个都不能放过。关于闯红把空手推烤箱的事情，对，空手推烤箱的斗士，流着鼻血，我怎么？我也要试吃到他等下有东西可以给我们吃吗？我现在其实一直有试吃方面的试吃小神童的外号。我要打果汁，没关系。有冰沙哎，帮我一下好吗？好，帮你一下。我用嘴说。放放给你。OK， 你拿去吧。啊！哎，变成145了。这个仅限于摆盘哦。为什么是我？防腐剂一起放下去。为什么是我？太帅了，因为你是队长。汤，你有汤吃完没关系。哦，魏晨。你们现在看陈妍希，她在就地取材。哇，好像已经做出了饮料。对。这是你要摆盘的工具，对不对？我打翻的。盐巴放太多了吧？没有，我放太多了。我很好奇的问一件事情，你的东西做好了？做好了。提起精神，把乐华做好。好。现在160度哦。用球的，你知道吗？因为比赛的小厨，现在时间只剩下30分钟。30分钟，只剩下30分钟。我了解今天比赛的难度。队长，你要垂下还是只下一点点？要请各位把握比赛时间。你要垂下还是只下一点点？六个人没有一个人理我的。我觉得好像那百货公司。看你啊，我也不知道啊。好，你要用这个吗？队长，干嘛？那个虾头要怎么摆？我没办法立起来，它有点太滑了。好像没办法立起来，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人，凉拌炒鸡蛋。啊，这搞什么？这？那柠檬拿去哪了？在这里哦。爆的呢？哇，金盘哎，好帅！爆的呢？我发现博彦地点很有趣，你知道吗？他需要东西他很少自己找，都是会问。你们看到什么东西？你们看到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在哪里？这应该是因为他们家有蛮多可以使唤的东西。小心吧，这样可以吗？这样够不够 ？OK， 够。水果对不对？水果要拌。来来，哎，没有人在用刀，只在那边画着啦，只能用这个。来，你要怎么摆？看你想怎么摆。对。哎，这个干贝有熟吗？有啦。我好害怕他们在问这个问题，就哪样食材有熟，哪样食材有熟。再过一下。好，我用这个盐，对，说到盐，没加盐。我还需要一点盐，因为你刚才加太多了。不然他们这样做法的确很有问题，因为你自己不去掌控那些东西，最后好像一有状况，又充满了抱怨。我觉得这个蛮差的状态。而且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他现在其实只有做一个柠檬盐。对，到底要多少人帮他服侍他做，来陪公子读书？小五哥，他烤箱一直开着，他热度就是已经冷了。他在做的时候，应该还是要把烤箱再关起来。我很怀疑一件事情，这个会不会太大了？我跟你讲，我觉得太少了，这样子打根本没屁用。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样子太少了，这样打根本没屁用。那不然你来打呀？你就量太少了没？谁说的？我只要弄一点点就好了。啊，牛肉啊，牛肉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你这个摆盘太小，没有法式的感觉。我们也要法式的感觉。只要好像跟妍希那只就是起鸡皮疙瘩这样。
啊，小心！啊！接下来我们要做，教大家做炸的东西。炸的东西跟火候有很重要的关联。那我们今天是先用鸡腿做示范，重点就是我们油温的控制，油温不可以太高，不可以太低。适合炸的温度大概看食材来评估，大概是在180到200度左右。如果温度太高，外面表皮就焦掉了，可是我们主要食材还没熟。如果温度太低，它就一直在那个不够油温里面，那个食材跟表皮就很容易去吸收过多油脂，而且也不会酥脆，吃起来就很油腻。我们今天先来把这个鸡肉稍微切一下，那我们要切小块一点，要让它一口一口的这样。那我们大概就把它切成这样一口一块的大小。那为什么要切大概大小一样？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过有接手切没手的。对，第一个就是盛盘起来效果看起来会比较一致，不会大小差多。可是最重要一点是，我们希望它在炸的时候，它不会说有的已经熟了，有的还没熟。接下来我们切好大小之后，我们再来要做就是调味。调味我们就用一点盐，基本的调味都会用盐胡椒，还是一样淋一点点橄榄油。然后这是百里香，好，我们先把它搓一搓，让它香味比较出来一点。然后再来要把它的叶子稍微剥下来，然后呢，一样，我们稍微把它按摩一下，让它调味料都均匀的沾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行我们今天炸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先打一个鸡蛋，2颗，然后2颗，加一点点盐，会帮助蛋打起来比较均匀。那接下来这步骤很重要，你们要看仔细哦。第一个先沾面粉，均匀的沾上面粉，然后稍微把面粉抖一下，不要让它有过多面粉。然后沾蛋。好，接下来用干净的手把面包粉让它粘上去。好漂亮。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炸，那我们适合炸的温度是大概180到200度之间。180到200度。对，现在的油温就是180到200度之间。太高会怎样？太高就是你放下去，你的肉还没熟，面包粉就焦掉了。那现在我们要开始下去炸了。好，我们炸它金黄色，就是表皮呈金黄色，然后鸡肉大概就熟。金黄色，好香哦！我好想听这个声音。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那现在肉已经差不多要熟了，那我们担心有没有熟，我是跟你讲稍微刺一下。那你尽量选厚一点的肉去刺，因为有时候是比较薄，那你选这个厚一点的，你刺它就很容易就可以刺过，就是已经完全就熟。火关掉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东西赶快夹起来。夹起来之后，你稍微滴一下油，就可以先把它倒到我们刚才准备的吸油纸上。它肉好香哦。那你们可以试试看。要试试。烫哦，那你们吃到这个炸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外皮很酥脆，然后里面的鸡肉很多汁？看一下，是我人生中吃到最好吃的这个炸鸡，真的，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吃炸鸡里面最好吃的炸鸡。你刚刚讲的也是一样。我觉得你这个摆盘太小，没有法式的感觉。我们也要法式的感觉，可是有法式感觉不是比较好？盐细要炒了一点。只要好像跟妍希那只就是比较紧张，然后就会起鸡皮疙瘩这样。哎，太丑了啦，重新弄。哎，太丑了啦，重新弄。太丑了，所以收起来。哎，录在哪里？哎呦，录压点，这就好。压点我要给你重新拍妈妈。这是什么？压点加州，加州。我带你去收金，应该 OK 了。好吃，海陆装好了，什么东西好吃？三方对话。现在可以做这个吗？现在整理后面吗？现在我看威神很负责任的在清理他的理财，这已经差不多了。谁有办法写小平房间？你有办法吗？你在干嘛？哎呦，不要啦！不要这样子，很丑，超奇怪。不要用那个鞋，看起来很好吃。好了吗？可以拿起来了。哎，这个嘞，这个牛排啊，跟虾。哎呦，那个嘞，白条烂点。哇哦！直接把它丢下去了，而且还吃到油了。现在他说的是加的卡斯丁。没有闻到味道啊，有闻到味道。但没有焦，表面不够干。我看过去尝，那一份。一份单人猪肉排其实分量不少，
我的胡椒也很好啊，它应该不是以浪漫为主，应该是以吃饱为主，对。而且如果是烛光晚餐的约会，可以。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我这样弄得脏脏的才有机会帮对方，那我帮你擦。哦，哎，你这边嘴角很会，肚皮刚好。他已经有设定这些细节在里面。你够了，大肚皮。啊，小弟，没事吧？没事，我只是被一个木头地打，被那样打的。你那个玫瑰眼妆放到哪去了？啊，酸片啊。盐在这里啦，太帅了！我看他还没做好哎，我跑好快哦，因为我们的机长，因为我 yes 机长，我特定好，这一组是已经完成了，已经在 cheer 你知道？好，你们机长，机长非常有信心。你干嘛来听串？啊，对哈，哦，真的是谢谢你提醒我，你没煮光广东味菜，那是广东味菜，它不是茼蒿吗？妈放生的茼蒿吗？啊，不过它会不会有一种就是那种韩式烤肉概念，就是跟你生菜叶，然后搭配烤肉，用茼蒿菜搭配生肉，熟肉。嗯，不过茼蒿是这样子是可以，但是你听我讲，这茼蒿拌沙拉真的很好吃。对，茼蒿拌沙拉是好吃。茼蒿是设计成来生吃的，那是可以。现在比赛时间剩下3分钟，请各位小厨们好好考虑。没有柠檬烟啦，不是柠檬烟，柠檬烟变成柠檬糖了啦。是哦，为什么？就跟你说已经够咸了没？在里面，在里面，哎，不要再动！你不知道这很咸吗？就直接整在这，不是放在那边，平时应该自己干。嗯，对。各位小叔们，时间剩下1分钟，剩辣吧？你们真的快帮我，谢谢，先去帮他收刀，先帮我啊！好啦，来了，胡椒丢了，都丢了。两队小叔进入10秒的倒数，十。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90分钟料理竞赛时间已经到了。两组今天要呈现的是双人排餐，看样子作品已经完成了，现在事不宜迟，因为温度是非常重要。我们先有请微臣把你们作品呈上来，让我们好好的品尝品尝，谢谢。这个是干贝跟虾，这个紫色的是紫地瓜、嗯、这个是丝瓜汤，这丝瓜汤有煮过吗？有煮过，那这上面加的是芥末籽，芥末籽酱，对。那这个干贝跟这个干贝有什么不一样？没有，这是原味，这个是那个原味，有加胡椒，然后还有，然后这个是有加蜂蜜芥末酱，这个加的比较久一点。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都好吃。为什么你们想要做两种干贝？因为那个是前菜会比较清爽一点，然后这个就煎比较。久一点，两个都是煎的吗？对，两个都是用煎的，但是不太像煎的之前。可能我们没有把姜蒜味煎出来吧。牛排上面这个香料跟这个一样的。对，那边、还有这个要喝。对，喝点冰沙，你喝牙线。我觉得牛排煎的也很好，我觉得秀秀也蛮厉害的。牛排煎的好，干贝我觉得生了一点，我们胜算很大。我要先从这个开始吃起，是要搭配这个是吗？海苔。如果你喜欢的话，是这样把它包起来吗？对。这手工做的，手工做的那个很胡椒盐，
谁叫你要炒？下次可以早点讲，没关系，吃到高血压。别提，不了。我还找一块比较不肥的地方。这荧幕上我应该是一口血腥的。然后这个是什么？太妃糖风车酥。太妃糖风车酥，然后有五种口味。太妃糖风车酥是吗？嗯，不是太妃糖，太妃糖。这是可以沾的吗？对，那个不咸，你可以尽量多沾一点，对吧？对，一点都不咸。你就不用吃到去洗肾吧？不用。那个不用，那个九九自己吃还好。跟麦当劳一样。来，快用力，用力！你转向镜头咬，不要不形象，就像我刚才一样，吃了一口血腥。对，门牙齿。那你的猪油在你的门牙上面蔓延开来，谢谢。超正的哈、哦。就我刚刚看到没有柠檬盐有放进来没有，没有。你说后来变成柠檬汤了。妍希跟陈安搭配是很好，可是少了陈安的话，妍希可能就不会做那么好了。我的热盘没烤熟，干杯又太老了。好的，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终极讨论，针对两组今天所做的双人排餐，务必给出正确而残忍的分析。嗯，我其实觉得厂王他们的乐牌调味做得很到位，我觉得它是偏甜的，不过那可能是小朋友他们自己喜欢的口味的关系哦。我喜欢再多一点醋或多一点柠檬汁，但是它的乐牌有一个致命伤，没有熟。不过它其他的部分，不管是牛排啊、虾子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呈现的都还蛮好的。这次我们主要是用煎的方式来表现火候。那厂侯这组他们的东西是有表现出来那个火的炙烤过的那样子的表面的焦香的感觉。那相对相较之下，微臣这一组他们的料理就平淡很多。比如说他们的干贝，其实就是很像水煮的或是蒸的。对。对，他们的火候的控制上，就是在热排这个部分，他们热排没有处理到完全的熟透。嗯，在他们观念里面说，我明明就烤20分钟，为什么没有熟？说为什么？对，为什么会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是因为它打开，它光这样开着放个5分钟，温度可能已经剩80度了，它要等到再加热到它要的220、250，可能又要再10几分钟。理论上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都会尽量减少开关的次数，或者是打开尽量就马上关起来。至于微臣他们这一组呢，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有一点只讲求表面，那其实里面的东西不是调味不够，要不然就是煮过头了。那个水果沙拉啦，配那个水煮虾啦，我觉得就是让人家感觉没有那个火候的那个力道。而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刚才我发现厂王那组剩的食材太多，拿的食材很多，但是用的不到一半。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可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说我只要多拿一点，如果我做错还有补救的机会。可他忘记，其实一般来讲，裁判还是会去看他们在用料上面有没有过多的浪费，或是剩余过多不必要的材料。今天分数我承认的确是不高。现在请小厨们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Hello， 我愿意跟你们说 Hello， 但是我必须要老实告诉你们，现在的确不是说 Hello 的时候，因为胜负结果就在我的胸口。现在我们先请一向以优雅著称的 Liz 来为我们今天两组的菜来做个评论。我想要特别跟博彦说几句话。我希望博彦以后可以再注重团队精神，因为今天我常常看到的是你的队友在帮忙你，或是你一直呼叫你的队友帮你找食材，或是质问说这是谁做的等等的，但是你自己可能会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做柠檬盐，最后那柠檬盐没有上桌。我希望以后你可以在团队里面能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然后可以多自动自发一点。我觉得所有的材料都是透过别人的手或者是农夫的心血去栽种而成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在烹调他们的时候是用心的，食物不是玩具，你要把它煮得好吃是对它是最大的回馈，而且你们不能够浪费这么多的食物，每一次比完赛，你们有一半的东西都没有用放在那边，我会希望你们可以记住、知道跟时时想起这件事。那我觉得
你们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会觉得说是不是材料比较贵，或是越贵的材料你们做起来可能就会得到越高的分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展现出食物该告诉你们的味道，也告诉裁判的味道。那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一直重复提醒你们，你们还是没有注意，就是只顾着做自己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状况。那希望你们今天回去之后好好想想看，今天自己到底有哪边做的没有那么好，然后可以很深切的自己去想一想说怎么样在以后改善这个问题，这样才会对你们在做菜的这个状况下面会有帮助，会让你们更进步一点。最重要的是不管你做什么菜都希望你们不要华而不实，烹饪跟做人其实有共同之道。说这么多希望你们可以听得进去，但是现在呢我还是要揭晓今天的比赛结果。今天优胜者是今天优胜者是长虹。目前的积分状况为妍希七分，场红与陈安各有四分，修成与威成各有三分，国宴两分。威成，对于今天你没有拿到胜利，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呢？有，觉得自己做的应该是可以获胜，是不是？对。那下次可以继续再努力吗？会。我们宣布下个礼拜的当家小主厨，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修成跟陈安青两位站到队伍的前面来。现在呢，在肚皮的哥哥手上有四个信封，同时是你们待选的四位队员。今天胜利的这组呢是陈安，还有场红，还有不是这组，所以说我们由陈安来先行选择我们今天队员。来，陈安，请上前。让我们知道他是谁。现在陈安的第一位组员已经出现了，就是威成。好的，来，威成，请你过来。接下来由修成，你来选你的第一位组员。是谁？长虹。长虹，很好，长虹，请过来这边。接下来两个信封其实就是在博彦跟妍希，你希望抽中谁？哇哦，这对于国人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请抽。好的，让镜头看一下。博彦。真的吗？陈安抽中的是博彦，那么很明显的，修成这一位一定就是妍希。现在麻烦你们站过去，你们原来位置。好的，下个礼拜我们的当家主厨呢，分别是修成还有陈安。陈安将带领着威成还有博彦对抗所谓修成所带领的场红还有妍希。博彦会点餐啊，博彦总比妍希好啊。对，他怎么抽那么烂呢？在这边呢，我必须要跟六位小主厨说，忘记今天的胜与负，下礼拜又是一番新的气象，新的天地。不光是我们四个人，不要忘记了，全国观众朋友都期待你们表现，不要让他们失望，更不要让你们自己失望。非常感谢六位今天努力，也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小说当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我们其实很不希望食材浪费，对我们料理的人来讲，这些食材我们都必须要给它相当程度的尊重。另外一个概念是说，不一定一定要用很贵的材料，那重点不是在说谁用的材料比较贵谁就赢，应该是说怎么样让你们选择的食材去做出它本身就要有的味道，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通常我们状况如果东西做得好的话，食材本身就会告诉你应该要是什么味道，而且这味道应该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错误。再来，你们也很喜欢在一些菜色上做过度无味的一些摆设，因为这只是对他们造成无味的负担跟困扰。那个丝瓜汤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状况，这一道汤在最后在上的时候，小朋友在那边抢那个花，又倒了又拿起来，又倒了又拿起来。那你觉得就一个裁判的角度来看，你已经要准备呈现这一道汤了，你还在我面前一直在那边抢那朵花，重点是那朵花根本就没有必要。超时尚的夜市小吃，很复杂，菜变得非常简单，但是它的口感比地瓜还要再脆一点。下一集，小厨们要深入夜市，了解台湾在地美食文化。并利用巧思将小吃转化成摆盘精致的高级料理，他们能成功让庶民点心大变身吗？超时尚夜市小吃开始。是陈安代理，实力比脾气比实力好了好了，还有。
看见没？一心现在在大力的在摔什么？也是在蒜头上面有写你的名字。而料理授课进入最后倒数，历经了六堂专业课程的小厨们，能带着老师的谆谆教诲下山闯江湖了吗？生菜会比较里外一点。这边呢？让你家比较细。我会尽量给它酥脆一点。